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 那一连两集呢，师父详细的解说如何透过修行来达到五蕴皆空这样的境界。那么师父说呢，首先我们要观受，然后观身体的受，观到我们的身体呢都没有了，我感觉身体不存在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观心理的活动，那么就进入受想行的程次。那到最后呢，我们进入了不苦不乐的境界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安定、清净、自在，非常美妙的感觉。 可是我们不能贪恋哦，师父说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观空。到最后呢，师父说，观到你觉得空了哟，还不行，因为你还有空的感觉。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继续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，大家好。是，师父说，当你到达空了，你观空到达空的境界的时候，师父说你其实还不空哦。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。 感受到空，感觉到空，体验到空，还是你自己？还是我感觉的。我感受到空，就把那个空当成是我了。那自我中心就是，这个普通的人呢，没有修行的人呢，就把这个虚幻的身体和心理的这个现象。 当做是我，是当成是一个我的主宰或者是，对，就是我的这个价值啊，那如果修行之后呢，就会自己发现到，身体的也好，环境的也好，以及呢心理的也好，这种现状，这种这个现象，全部是。 虚的、假的、幻的，是空的。那么就很可能就，把它进一步把它，就是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那就是停止入在于空。这个空，这个佛法里边讲啊，这个叫做什么空啊？叫做玩空。玩空。玩是顽劣的顽。顽劣的顽。顽皮的顽。哦，顽劣的顽。显然是不太好的喽。不好。 那为什么呢？你注意完空进入完空以后啊，你会变成了一个非常消极的，或者是呢，你对这个世界呢，采取这个否定的角度，你不想去参与之外呢，你也会觉得想要逃避，那责任也可以放下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叫它完空，这个。 事实上，还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自我，在注意空的一个自我在哪个地方？明明的讲是没有，其实是有，有什么？有个我，我注意什么？注意空，以空为我，以空为我的这个我是不是有呢？有，在的啊。那因此呢，进一步啊，这空也好，有也好，超越于空和有。 不注意空，不注意有，不执着空，不执着有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智慧。那这个，一个是在禅定中修行的时候呢，修行到什么？把这个有一个名称叫做灭受想定。灭受想定。受想灭掉以后，行还在。这个时候要超出于行的有与无。那这个时候的。 就离空离有了，离开有的什么？离开这个色受想行，也离有，离什么有？自我中心的有，自我中心的空的有。那这个离空离有，那这个时候，才真正的智慧也会出现。这个智慧出现的这个《心经》里面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五蕴就是空，那。 心经里面是这样子讲的：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下边也一样的，想也是一样，行也是一样，是也是一样，都是呢一个不即，不是空就是空，是空，但是它并不，像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就讲的完全没有，不是完空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。
而且是正正积极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，第一，这个自我中心是没有的，那就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，跟人的相处，跟物的相处，跟这个世间的互动是密切的，能够有互动的关系。那这些互动的关系里头，并没有我，为什么？五蕴是空的。 可是我是这个不存在的，但是呢，这种现象是有的。那个现象是谁的现象？是众生的现象，有。还有呢，依力的现象是有。但我们虽然呢，因为已经知道五蕴都是空啊，那不再受五蕴的。 这种现象啊的变化，而喜怒哀乐，的烦恼的情绪。但是呢，我虽然没有烦恼，但是呢，环境里边的自己的身体还在啊，还是要吃要喝，还是一定要有生活，还有跟人与人之间的责任的互动，那么还是存在的。那这个存在。 一个是，这个我们原来的依力的一种继续，那另外一种就众生还在，所有的众生并没得解脱，所以你自己可能是得解脱了，这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可是你已经度苦了，离苦了，众生没有离苦，那或者是你已经离苦了，但是你业还在，苦离苦这是一种。 心理的负担，那这是，可是呢，你的依力，也就是说你过去所造的业，你并不能够说从此以后啊，就没有这本账了，那就不认账了，不认账了，你这个账还在，这不过呢，你认账不是去受苦，而是呢，变这个被动为主动，去啊，不是去机缘，。 这样子的话，自己不是在受苦了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，五蕴皆空法门讲到这里呢，只是讲的蛮彻底了。不晓得您的理解有多少？那么，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